大家好，我是胡子老爸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相框啊，就是把所有一家人的手印脚印全部摁在这个画布上，然后做成一个相框。今天我们在家里做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相框啊，到时候这个是一个相框，我们把所有一家人的手印啊脚印啊全部印在这个画板上。现在我女儿就在跟我老婆脚上涂颜料，到时候也是踩在这个画板上，做成一个很有意思的相框。大大小小的手印脚印已经印了差不多了，现在就剩下我老婆了。你喜欢什么？喜欢这个。啊，好的，我们现在继续来做这个相框。好，踩上去了。OK。好，现在换另外一只脚。好了，现在就摁在这个画布上。然后我在那个超市里面买了一捆这样的麻绳啊，用这个麻绳来固定在这个画板上面，到时候照片就直接夹在这个麻绳上面。找这个麻绳头，很简单。量完尺寸，直接把这个麻绳剪下来。爸爸，你写什么？爸爸拍视频。然后把这个枪啊，直接把这个麻绳摁在这个板上。OK。我觉得要打了呢，在这边钉上。另外一边也是把这个沁出钉，也打在这个板上。等一下吗，姐姐 ？OK， 麻绳就这样固定好了，这样是一根，继续往下面打这个麻绳。好了，最后这个麻绳绑上去的效果是这样子的，这里就是固定照片用的，我们现在就来固定这个照片。现在我们就往这个画板上固定照片，这个回形针，然后把这个回形针直接把这个照片固定在这个麻绳上面。好了，把所有的照片都夹上去了，效果就是这样的，画板上夹了很多照片。现在我就把这个相册挂到这个墙上面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样？你 DIY 的相册？把所有这次度假照片全都挂上去了。好了，今天这期 DIY 相册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我是胡子老爸，喜欢我视频可以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、关注。